大家好，我是意法半导体 FE 工程师，我叫李浩，我负责 S60 产品线。那么 S60 具有低延时、高带宽、低成本、小封装的特点。那么我展示的这个 demo 呢，那么就是 USB220 高清摄像头的图像通过毫米波 S60A3 芯片传递到计算机。那么这款产品呢，是通过 S60A3 芯片，它是把 USB2.0 接口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图像通过毫米波无线传到计算机。那么它的天线支持360度旋转，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的手动的旋转，那么它的图像也随着相应变化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如果后续有需求可以联系意法半导体的销售和市场。